这个田怎么干啊？哇，你妈，这两下有个洞哎！哇，下面有个洞，肯定是惨了惨了，水都干了。那鱼呢？鱼呢？我的鱼呢？这么大一个洞，我的天啊！这鱼不会跑完了吧？这么大个洞。哦，这个肯定是蛇搞的鬼，这个蛇最容易挖这个洞。我的鱼都跑完了，哎呀，看这，哇，鱼在这里面，好像还有几条，哇，哪有鱼啊？这，看就有一些鱼，小小鱼在里面了，看到没有？黑漆漆的那个就是鱼，这下面也是鱼，还好鱼啊没跑啊，黑漆漆的就是鱼啊，那我的天哪，这边还有。我要赶紧去把那个洞给补上。看这里是有水的，水流这么大，流这么大都是从这个大洞走了。我的天哪！现在呢，小野正在下面用石头，还弄了一点水泥过来，哎，然后把这个洞给补死。下面怎么会有那么大一个洞呢？爸爸要挖洞干嘛？挖里面干什么呀？还要不要石头？我再去捡点来。不要了，这样补能补得好吗？应该可以。现在先暂时用水泥这样把它浆上，然后等它干了，明天后天的话再过来看。这是昨天然后补的那个洞，现在已经补好了。这个水泥啊，估计应该干了。干的话咱们就可以把这个水放进来了，然后那边就是一直把那个水放丢的，如果不放那个水丢的话，这里就全部是水，这个水泥就不会干，只不过要赶紧放，因为这里面还有鱼的。哎，已经看到小小鱼了，里面应该有几条大的吧。然后这边这个是一个小田，然后再过去的是一个大田，那个大田是全部靠这边这个水然后流过去的，但是这边没水的话那边也会干掉的。之前田坎就是最容易被那个蛇啊，第一是蛇，第二是那个老鼠，然后专门去穿那个洞，穿那个洞的话它就容易，哎，有这些洞然后就容易崩这些田坎之类的，贼可恶的。这样看在这里找到了一个河蚌，哎呀，不过应该还有，应该还很多，就不好找。看翻那个泥土是找到了。好了，水呢已经放进来了，然后这个水呢流的挺大的，估计一天的时间这个田就满了。哎呀。